咱各位真人代表，且咱过来看粗粮脑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一支歌当中伊的本体，所以这人牛吼拢受困就对啦。哦，啊，不过虽然是受困当中，人牛的六个位无同款，嘛代表讲六个心境嘛无同款，啊，所以咱要安那来处理，哈，啊，所以讲屯困于珠穆啊，日以忧服，三岁不读啊，哦，所以相曰日以忧服，忧不明也，啊，所以讲珠穆就讲啊，无极好的树啊啦，哎。啊，幽谷咧，就是山谷，幽暗不明啊！啊，不读咧，就是不见的意思就对啊。啊，所以第一爻太安咧，咱来看卖咧。所以讲初六爻咧，以阴柔居于上个陛下，上顶了无才佮无德的人，深深的啊，深陷了着啥坎荡之下，一心一意咧，想要参九四爻来做相应。不过呢，九四爻和第三爻呢，加上上六爻啊，困掉呢，未当脱身，所以呢，啥离啊离应缘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未当来应缘就对。所以初六爻沉于卦底，未当翻身，犹如坐伫困当中的啥木条，所以进入幽暗的山谷当中，新开三困伫遐三年啦，无被人发现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啊看第一爻就即摆啊呢。所以咧，困卦人也拢无好啦。啊，尤其你啊看，搁困一只啦。哎，本来会当拜托这个第四爻啊解救啊，啊，结果啊第四爻伊嘛是用受困啊，啊，所以无法度解救伊啊。啊，一困咧，困偌久？困三冬啦。哦，啊，你啊看，一困就困三冬，啊，两困就一世人咧。哦，啊，所以足可怕咧。啊，所以咱道亲吼，茫耽不耽讲啊，啊那我来休困一阵啊。你感觉这个困了到底吼，怎爬袂开呢？安尼就无采钢铁啊吼。啊，所以伊只讲的三冬，唔是三冬尔，意思讲困足久的意思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安那，爱啥足坚强。啊，再来讲万般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身呐。所以第一熬前呢，困伫啥？困伫第一熬，困伫遐深，哪像伫山谷里，哪像一丛树啊里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咧，各人业力啊，拢无同款啦，啊，各人带来的福报啊，嘛无同款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的人在修道当中，哦，迄、那个心智就非常的坚定；有的人在修道当中，啊，足发心、足努力、足打拼、足深入根根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啦，伊安尼当中哦，碰到困难，伊袂惊咧，碰到挫折的当中，伊会啥，伊会突破咧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就唔是啊，吼、哦，有当遐受一点点啊苦尔尔，哇，就再见啊呢。所以吼，我讲一个啥，较早一个阿婆啊，一故事吼，咱听咱就知。迄较早吼，就是伫白河啦，白旗庙有一个阿婆啊，七十几岁啊。啊，结果你敢知影呐？吼、哦，迄阿婆啊，当机会都足开心的，讲我到这天都吃好个啦。吼、哦，爱到阿伯做工事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在世伊也有限呢。所以做伊做无意思的，所以逐天人啊咧啥开班啊咧用啥吼，伊拢提早来咧整理活动啦。伊会当做差不多是安尼尔啦。哦，啊结果好，就做认真，只要有班，伊拢提早来咧丢涂骹来咧啥擦窗啊门。啊一届就有安尼，哦，赶紧来要擦窗啊门。啊结果咧，哦，外口咧落沙巴沙雨啊，啊拄啊啥，单厝啊伫厝咧。爱在洗涂甲洗好了吼，要去擦窗仔门，爱那窗仔门较悬啦，伊着椅啊衫啦，啊鞋啊穿起来搭起啊，就对啦。啊，结果拄去有迄单主看到，哦，迄单主吼看到了，有哪食无客气，讲阿婆啊，哦，啊你收遮久啊嘛，知影是咧礼数，啊你咧搭去椅啊鞋啊无烫开，哦，啊可能声嗽无解偌好，就对啦。啊，结果咧阿婆吼，哦，就伫遐擦甲足欢喜，用用去无代无钱吼。即骨碌偏出来尔吼，哦，袂输雷公的，安尼叫跌一个，哦，大个啦，一个破布讲，啊无卖坐就卖坐，等下涨就转去啊，你敢知影？啊，这个涨转去嘞，真正困三冬，因为我本来无准备这啦，看来讲困三冬，伊想到这个故事啦，哦，啊，拄啊三冬了啊，关圣帝君拄啊伫迄个佛堂哦念大了对啊，啊，即卖啊念大的时阵吼，起头昏昏飞飞嘞。即卖咧就带迄个大主公来，某某啦，你去啥？叫迄个乌巴桑来啦吼，叫迄个名就对啦。
哎，大师讲无可能啦，一定三胆无出来，哎，困三胆无出来啊。关圣帝讲，关圣帝君讲，你去找伊都无得，哎，哇，所以呢，伊就讲啊，哎，二三十年前的代志啊，吼，啊，迄阵呢是拢骑一种迄个啦，迄个速骑的车，啊，噗噗噗噗噗噗，吼，迄阵啊，迄个车就算足怕呀，对不对？啊，说跑到半路的时阵，太快了，阿婆啊，伫遐啦，哎，我阿婆阿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哦，我拄仔咧找你，他而且拄好伫半路撞到你啊！啊，你阿婆讲吼，我今仔慢慢啊，心情郁卒郁卒咧，啊，足想要去运动哦，啊，我唔敢去咧，哦，因为三胆无去啊，太敢去啊，唔敢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行到一半，佫想要转啊，佫撞到伊就对啦，讲较紧嘞，关圣帝君咧找你，伊讲哈，关圣帝君咧找伊无？哦，啊，所以咧，讲来较紧嘞，我后多摆再较紧，你嘛佫用行呀，哦，啊，就啵啵啵，啊，就倒转去啊。哎、欸，啊，你敢知影吼？去的时阵，哦，安尼个三胆无来运动啊，啊，不过你一个人知啦，哦，啊，我那都跪了头啥，关圣帝君吼，哎、欸，接驾就对啦，哎、欸，结果吼、哦，关圣帝君，你也知影，关圣帝君做，哦，做威严的呀，哦，伊就讲立刻治罪啊，哦，啊，就做严的阿妹就对啦，哦，啊，伊就讲我头啥物罪啦，吼、哦，意思就安尼啦，哎、欸，关圣帝君就讲啊，三胆前。哎，你伫遐吃玻璃，上天照着单子的嘴，讲一句较重尔尔，啊，就来靠长个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意思讲你愈诚心，上天就愈爱靠看卖，啊，靠过继续去赞老啦。啊，唔知影你安尼，哎，人一句话轻轻啊讲，啊，你重重啊跌伫心肝内，啊，你我一跌就三重呢。啊，你我你这三重来，拢无成功了完呢，无来做啥，做无意思呢？啊，你损失是啥物人啊？哦、所以呢，这件代事拢无人知啊！哎，关圣帝君讲侪呢，伊就心肝扯一下，哈，这是上天咧考我哦，啊，未知吼，未知这关嘛，啊，那考我过，啊，所以你看考一个三等呢，哦，哎，得进考三等都唔敢来呢，所以我讲这故事就是来讲啥，咱若看到得进，香港都无人，迄绝对考有去用考到的啦。啊，卖安怎考好，我唔知尔啦。啊，这上天有意无意，拢会啥出一挂考题来考看卖啦。伊就像咱高中个啊，啊，你要上大学嘛爱考试呢，啊，无太会当互你去啊。哦，到时安尼，哦，啊，听讲前当七分就上高啥大学个啦吼，啊，听讲今年就袂当个啦吼。啊，所以即摆无迄个七分咧上大学个，所以咱来较拍拼啦，啊，啊，所以了我考一个尔，三单无来分两了关呢，啊，损失遐济呢。哦，啊，所以关圣帝君讲到遮尔好，伊就伫磕头，伫磕头，知影唔对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就啥，真正咱就得先向上无啦。我啊，咱建议，你就啥，爱找人去啊慰问一下，去啊关心一下，讲啥啊最近咱拢无来。哎，哦，啊，真正咧得先有单一一两单无出来吼，伊想要来，伊唔敢来呢。啊！你啊去啊拜访的时阵哦，吼、哦，安那无同款啦，那是你叫我去的哦，哦，拿楼梯扶落来啊，哦，唔是我家己要去啊，因为咱人足奇怪，拢爱这个民主啦，哎，啊你啊去啊请一个吼，啊也佫有意思，佫想要来，爱、啊、就出来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拢就是安尼照迄个势就对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咱对这老德亲呐、啊，还是讲迄个啥半道离会德亲呢，哎，真正有当时嘛需要去啊关怀照顾一个人吼，好、哦啊，所以这拢个人的业力啦，真正呢。好、哦，啊来，人民本性比了啥？欺骗所君，不料所被人背掉嘞，不见是啥鲜明之道啊！所以你看，伊阴牛佫伫咧深谷当中，伊本性，你看，坎卦的啥？诶，出卦就是离卦，所以离卦拢无去啊，光芒拢无，拢变含蔑啦。啊，无伊本来嘛是光芒嘞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受困就是这个意思哈、哦。所以受师尊老大人较难讲。忍耐的修持呢，哎，第三正法的地啦，所以咱做啥物代志，当然困难，哎，第一步就学忍耐啦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看，哎，六道波罗蜜嘛是叫咱来忍啦，忍足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无忍足，即款拍袂过呢，哦，爱讲坚固的志向志愿呢，是正法的根啦，所以咱一定要坚定咱的志愿。哎，自在众生心烦恼，自在大德心净现。咱的志愿入到当中，咱一定啊啥，到至头到尾，拢爱非常的坚定，非常的坚固，吼、哦，唔忙啥，唔忙动摇着。所以咱有一张树的根冠同款，哦，啊，端正的行为咧是正法的地啦。所以呢，咱
伫啥挫折当中、刻薄当中，袂使改变咱的志向当中，咱搁爱啥端正咱的行为，而且爱做搁较好，做搁较赞，吼、哦、啊搁啥表现出来搁较完满，安尼咧才是正法的地啦吼。爱讲正确的境界是正法的啥基根呀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咱要有啥正确的观念。哎，咱若无正个观念做出来代志，哈，就变作歪呢，变作邪呢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爱非常的啥正确，因为有正确就有正法，哎，啊有正法的就有正道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升华出来当中，咱开始一个上界标准的修道人吼、哦。来，今后咧当着啊，请咱爱非常的注意，动静皆大凶。哎，所以都人啊嘛，控管吼，当着拢蛮用啦，尤其是做后天的啦，啊做先天的也叫啥，啊叫勉其勉为其难吼，防困三当吼、哦，所以注意。啊，第二啊，困于九世，知福方来，利用亨次，生凶无咎也。相曰：困于九世，终有庆也呀、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什么啊，困无咎世，好、哦，咱来看，就讲受困啊啦，拢无人知啊。哎，真这个时代，有咱真正有这类人呢，困到拢无物件人吃呢。哎，迄讲啊，讲一个讲，要到无物件人吃，讲起人像超生就对啦。啊，去予警察抓到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警察啊，就看伊大号码啊，查甫人安尼吼，哎、欸，要讨食，足简单诶啊！啊，结果毋去讨食，啊，用抢诶安尼啦吼，啊，讲伊个腰骨真正站袂住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无抢真正性命，安那无法度维持落来，哎、欸！啊，警察足好心诶，讲安尼啦，你啊真正无人食，你来找我啦，吼、哦！去警察局找伊啦，讲即个人有哪咧，叫三顿去呢？讲一过啊，迄泡面摕四五碗咧，吼、哦，迄警察我站袂住，你敢知影？诶、欸，这个社会讲真正有哪有人枵到无了物件通食呢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真正吼，迄就当个第二熬啦。所以阵吼，我伫咧看讲，啊，这个困怪第二熬，诶、欸，困到无物件通食。哦，知无方来咧，得了九五老之君所属的物件啦。哦，所以咧第五熬，差不多，诶、欸，要参与作用。所以利用亨氏，讲上界困苦的时阵，有人来啥，人提拔你，所以咱爱啥，真正感觉足感恩的呢。吼、哦，那像你无饭通食，安、啊、那有贵人现出来，哎，咱有困难啦、啊，哎，有人来啥，伸出援手拉你一把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真正保持着感恩，哎，就是啥。咱阿别来修道，阿别来修道当中，咱拢嘛伫啥修困当中个，咱唔知影呢？哎、欸，去学啥名啦、字啦、情啦、爱拢困掉个呢？好卡在咱去当个贵人，因自然引证出来，互咱慢慢来、慢慢来了解真理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尽快咱过了这逍遥个自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中有停也，困时季节不变，上天拢会啥来帮助你哦。所以讲，受困的当中，只要保持咱的季节脉变啦，自天由自，皆无不利呀，吼、哦。啊，再来，九二爻得了中正之道，啊，所以咧，以至诚无妄之心啊，感通心明啊，祈求保佑平安，度过了啥困境。虽然困苦纠缠，但会当得了中道，修功强之德，心人强啊啥强好，方明得了啥诸福方来的福啊，吼、哦！所以咧，第二爻就讲，你第二爻，哎，虽然用苦用味哦，不过你是得了啥中位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得了中位当中，就讲你中心点两个足正，吼、哦，人啥人会当善。唔过咧，志向袂当散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爱突破一切难关。伊讲，当着这熬当中，爱会晓安平乐道，吼、哦！所以当着这熬吼，哎、欸，困觉的时阵，伊讲无物件咱食无要紧啦，啉水有哪会饱啦，吼、哦！啊无咧，连吐纳啦，所以何况唔只鼓励咱有闲吐纳话，就加减练啦。哎、欸，咱若有吐纳话的时阵哦，何况讲真正要食物件会饱呢？气足而不息啊！哎，咱拖拉练了火的时阵，真正等到困觉的时阵哦，人腰一尾摆动袂掉，咱腰一尾摆去活到做好势呢。哎，我讲这真正功夫的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平常时啊，太平世境的时阵，就得啊哪练的哪练的，第一对咱身体嘛好啊，哦，啊，第二呢，你也是工资，你咧工课你袂忝啊，
啊，第三咧，真正受困的时阵，咱就我都躲过一切难关啦，吼。啊来，爱摸刀不摸心，安平乐道，吼、哦。所以咧，啊，也讲咱一个人当中爱摸刀不摸心啦，吼、哦。摸刀就讲最多咧，爱非常的肯定，努力打拼，吼、哦。啊不，饭人食咧，咱万袂烦恼咧，真正咧，吼、哦。啊你讲啊不，饭人食太袂烦恼啊。好，我上烦恼的啥，无得人收啦。哎，啊，一个人上惊无啥无得啊。所以咱一个人也无得的当中，就无法度拥有一切。所以你啊看，有当下讲话人好，赚多侪钱的咧，不过这个也无得吼，迄钱久袂掉啦，真正咧。所以伫大学唔只来讲，得者本也，财者不也。得就是咱的根本，钱咧，才是一个本尔尔。所以咱一个人有得，你免惊你无钱。哦，啊，你也有钱，佮有得，保证迄钱久袂掉，袂乌白走去啦。哦，真正咧，迄有人趁做侪钱无得哦，原来遐遐咱哈了百外万啊，原来遐了千外万啊，原来遐了外，佮老到一个地个面部了了去呢。所以得是上个重要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再来讲一句话，讲啥？不经一环寒七骨啊，啊寒七骨啊，抓得面啊梅花骨啊扑鼻香啦吼。所以咱若无经过一环的当中，科学当中，咱袂来成就啦。迄梅花嘛是得爱经过啥遐尼寒冷啊，落霜雪，同个来干，干愈寒，伊开愈水，哎，越冷越开花。所以你看咱的国花就是梅花嘛，哦，所以嘛是讲，针对讲咱国家受了足侪啥考验的当中，咱愈个坚强，哎，所以真正以咱中国人有历史写下，咱真正是一种人诶，哦，愈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愈团结。哦、所以你要看咱受日本统治迄阵真正咧，台湾人、中国人，大家有够团结的咧。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咧，变化真多大，大家民主啊，太自由啦，啊，所以拢也袂团结，啊，大家就都要争过来、争过去、争过来、争去去，啊，真麻烦啦吼。啊，正好咧，代表了啥？控制伫了啥？丁川全流的情状况。所以你要看控制这陈蔡绝粮的时阵，哎啊，因就啥控制搁伫遐大钳啊，要到七天啊，大家吼、哦、一定啦奄奄一息啊，啊话已经破皮倒伫遐，哦啊猪肉啦、猪公啦、干货啦，搁围伫遐，哎啊控制伫遐大钳，啊说卖吼，即句话一只，哎猪公就当猪肉讲讲，哎猪肉啊，你倒去大老师讲一下啦。大家都遮困强啊吼，无帮人食，强讲要去枵死吼。哎，伫遐弹琴，袂解拄个代志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朱老伊就作对咧哩吼，朱老就我去大老师讲啊，请问夫子啊，君子你有困强的时阵吗？哎，伊就问安尼就对啦，讲老师啊，啊，咱今仔日大天双佛布天行道的一个君子人呢，咱要去周游六国，六国的安那哦，比如说说诸侯呢。啊，结果咱今仔日无代无是困用伫遮啦，吼、哦，孔子听到遮当中气就停啦，琴就无爱弹，就讲好，啊，无咱来论看卖咧，什么叫做困用啦？所以咧，孔子就讲，君子原来冇困用的时阵，唔过困用当中咧，仍然修着一部分，吼、哦，啊，唔过消炎一旦等到困用的时阵咧，就会无顾一切啥，一切的体面，气微微做派咯。哦，所以伊进前就答朱老讲，啊无朱老啊，你看什么叫困强啊？朱老讲像咱安尼啊，七日无物件通食啊，安尼毋是叫困强？孔子讲啊，非也，毋是哦。伊讲真正困强就是讲啥？咱遮大诶理想，遮好诶天道要啊推广去，周游列国当中，拢无一个国王会当来接纳咱，安尼叫做困强。啊，无饭人食，无物件人食，毋是叫做困觉。哦，啊，你看迄心境差偌济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就伫遐咧论道啊，论安那，主公就讲，安尼有可能就是老师啊，安怎，咱的德行无够啦，人诛心无够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做啥，诸佛较袂当接受咱啊，吼、哦，孔子较讲，啊，像啊，你安尼讲啦，慈悲心啥物，人诛之心啥物人想想啥？哦，不如俗者，哦，你要看伊嘛是啥要人主的啥，啊，结果伊在修的啥，西里是啥啊，首阳山，哦，所以唔是有钱的人，就当上得传到传到做好势啊，啊，即卖伊就问主公啊，
主公讲老师啊，可能你的灯哦伤过悬啦，所有的天哪间的人拢无当接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卖吼、哦，孔子听到安尼嘛摇头啊，讲主哦，主公啊，无我问你啦吼，准、哦、做一个做到做百个人啊，将迄家具做甲足水的啦，啊，敢着一定保证伊的家具袂会错，何况是安尼，百货无几个啊，哦。准做，互你做个做事的啦。伊敢会一定讲今年一定大丰收的？无一定嘛，无一定啊，就一个风台啊，一个啥啦，收得了了啊。哦，所以讲啊，主公啊，你的志愿无够远啊。尾仔就跋过来问安徽啦，安徽啊，啊你的咧，你看卖咧，哎、欸，你的看法是啥？伊讲老师啊，你的灯吼、哦，至高无限呐、啊，哎、欸，妙不可言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啊如果咧，咱今仔日知影到遮好，要甲推广出来。那是咱的唔对，咱的困局。啊，不过今仔一定推广出来，所有的诸侯拢袂来接受。哎、欸，损失是诸侯，唔是咱。哦，讲一下哦，孔子听一下，心头皮都开。哦，对，辛苦咯，拉两开。毕竟三清弟子各一个八卦的啦。哎、欸，讲知我者，莫那莫若颜回的呀、啊。哦，所以咧，孔子总欢喜的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做欢喜的，甲讲这段话，讲了，咱一个人困境当中，就是爱守着咱的本分。哎、欸，啊，刀绝对袂使降落落来，刀就是刀啊，它也袂咱降啊。哦，啊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咱从咧传道当中得个到的，就是福报；得袂到的咧，伊唔知咱修持的是伊的损失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咧，咱拢袂当因为外口的形形色色来辩解。哦，所以安尼才是一个真正修道人。哦，啊，讲到到地，主路途足歹势啊，讲比到到地境界，他还伫遐低啦。哎，我老师，拜托诶，你过来遮坐，过来弹琴，琴着啊，伊迄较早迄个啥，迄个叫七弦琴着对啦吼。啊，琴着甲请来头先头前啊。哦，啊，老师着搁开始弹，开始弹啦。哦，啊，即卖哦，弹到到地，振奋人心啦。因为这段话吼，啥鼓励诶，种种人之心着对。哦，啊，弹了了吼，一个吼都。当那就白皮，啊，当我一个伫白开咧，吼、哦，咱来看迄个孔子传，你就知，一个伫哩白开，伫哩白开，伫白开，啊，你唱啥物歌？你唔是唱这流行歌啦，你咧唱啥？诗经啦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安尼。我一个伫爬，一个迄气温愈来愈好。哎、欸，啊，陈蔡绝粮吼，丁国甲蔡国的人吼，想讲这一定死的，七天一定死啊！啊，但愈来愈大声，惊一个吼，安、啊、怎？外口救兵搁拄啊到，啊，惊一个规拢散去，啊，所以呢，在那控制因规挂人啊得救啊，甲突破难关呐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你啊看，控制伊成功就是这。哎、欸，受了这大的考啊，受了这大的困境当中，伊学得二熬，修正不阿，哎、欸，袂去要求人啊，袂去困求人啊，要求啊，家己的心境的提升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正熬主政，人强人志不强呀，吼、哦。二来第三熬上解歹，困过了歹啊，第三熬更加歹。伊讲困易息呀，哦，至于其理呀，日移其功，不见其妻兄也呀。相曰：居于己矣，成刚也；日于其功，不坚其志也，不祥也。哦，意思讲困为息，哎，讲这个人要出门啦，啊，有迄啥陷阱啊，是大粒石头，我挡伫头前了，对啊。好，啊，伊讲你头挡好啊，我白条路啊，结果我白条路咧，去撞着啥？哦，足济啥？哎，草啊吼，哎，有迄刺的了，对啦，几里啊？啊，结果去哦，迄草啊挂到规个拢空，啊，规身躯拢迄草刺啊，就对啦。哦，我讲哦，我今仔是啥物日子啊？遮倒霉啊！哦，所以互我讲，咱迄日子有好甲歹吼，真正差足济呢。哎、欸，这绝对毋是迷信，因为互我有一个朋友哦，伊住伫啥咧？迄、那个哦，迄119迄部门就对啦。啊，因逐工哦，无代志拢无代志，啊，拢伫遐用乐啊，伫遐泡茶，伫遐开讲，伫遐看电视，无就拍电脑安尼尔。哦。啊，伫遐拢待命啊！哎、欸，啊，伊有发觉讲吼，伊伫遐做买到20栋啊啦。哦，啊，伊在大伙仔讲吼，讲吼，这好这甲歹人哦，真正有影嘞。伊讲遐个歹人吼，吼、哦、一工走遐四五摊嘞，吼、哦、一工啊四五摊不得了啊，咱咧装卡。哦，啊好人吼，无动无静，拢无电话啊，
因若听电话就啥开始紧张啊，毋是火警，啊，着车祸，啊，无着啥物代志啊，因着赶紧出去要救人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若歹进哦，吼、哦，过来看就对啦，这走袂离啦。啊，好进哦，太平世界，吼、哦，所以讲真正有好进甲歹进，吼、哦，啊嘛事实的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六三爻咧，伊想着要前进；九四爻咧，甲九五爻两个用咧冻掉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咧坚固之友啊，那就石头感觉，伊阁想要提回来，不过九二爻咧，嘛是阁冻掉咧，哦，所以讲伊有一句话讲啦，前不着村啦、啊，后不着店啦、啊，啊，拄啊伫遐徘徊啦，哎，啊，毋是安尼尔俩，伊啥？哦，伊个当中咧，搁啥，互九字咬，那像手咧去啊那，哎，挖着迄个啥有刺个草，啊，插甲规双手吼，流血淋淋就对啦。啊，想要伫遐进地拢无法度，最后咧想要转来啊，啊，要转来咧，哎、欸，某搁缀人走啊，啊，你有凄惨无？真正有够凄惨。哦，啊，所以咧日啊日暮其中啊，不见其车呀，凶呀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咱人上界潦倒嘛，差不多安尼尔啦。哦，啊，这哪像咧讲孔子的呢？啊，但系佮参孔子有关系，所以互咱国规个孔国拢参孔子有关系啦。哎，啊，所以你看孔子伊伫魏国转来鲁国的时阵，拄六十八岁。啊，迄阵呢，因某拄啊死啊，含因某死都唔知呢，转来因某就死啊，人家讲的啊。哦，啊，讲因某死，敢无人家联络？较早都无手机啊，啊嘛无电话，啊变联络咁样简单。哦，啊，迄国参国，迄妖族妖法的咧，迄拢得爱叫，比如说啊，探底啊，去报报咧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哎、欸，连都未有啊，啊，所以转来人，迄报底啊，甲人讲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因某是安那，哎、欸，积劳成疾而死的啦，哦，是安那，人讲老病啦，哦，所以你啊，控制一生就足无如意啊，一前三回时阵，因爸爸就死啊，哦，我头先讲的，因爸爸六十几岁甲传妈妈。哎，啊，所以，哎，一出事了嘞，爸啊，三月了，爸爸归空去啊。所以中年的时阵呢，啊，就是啥，啊，啥太太死啊，哦，啊，老年的时阵呢，囝死啊，因囝叫做孔侣啊，因囝那叫做孔侣，就是伊生囝的时阵哦，啊那皇帝呢，哎、欸、那送伊一只鲤鱼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咧号名当中诶，同我啥用鲤鱼的名做因囝的名，就对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人生三大不幸咧，拢啥发生伫个身上，哎，啊，佫唔是安尼咧，伊七十岁至七十一岁时阵哦，伊上界介意个，伊心目中个啥爱徒，即个间因来归空去啦，哦，因太因啦，因爸爸死了，佫细汉也袂讲钱，因某死，伊也袂介悲伤，因囝死，伊也无偌悲伤，不过刚未死呢，捶胸顿足啦，哦，所以咱若有看到容易，你就知。哦，爱在爱在吼，天要作我嘛，手要作我嘛，啊，工会死伊才会痛苦干的啦，因为伊咧将刀要穿透工会啊，啊，工会煞比伊较早来死，啊，伊袂伤心吗？伊毋是伤心这两死呢，伊想讲刀要断伊啊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地主甲讲老师啊，啊，工会死你来哭到安尼啊，你一定伤过头伊啊，你茫搁哭安尼。哎，会讲我唔是咧好意思啦，我咧好讲提名金煞无人接啦，啊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尾唔只去找一个人叫做金主，甲佮安尼佮接落来吼。啊，你看七十二岁朱罗死啦，朱罗死有哪乱讲的呢？朱罗有等下咱咧读伊历史，讲吼这个某我做爹的，唔过孔子做听伊啦。哎，第一，伊曾对孔子上介久啦。第二，就讲孔子有啥物过失讲唔对的吼，无人敢讲，朱罗敢讲。好，你看诶，真正啊，所以孔子做亲少伊诶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有一个足好诶啥诶特色，就讲啥，伊文革即起啦。人啊，你若讲伊过身吼，伊做欢喜是洋白啦。啊，孔子唔对，伊嘛直接话干净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咧，安那朱罗氏伊嘛感觉做唔甘，所以朱罗氏听讲叫毒蛇霸将，孔子都从此请教素食，无食肉。哦，所以即有即典故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第三号就像安尼。所以时阵老大人，咱讲啊，讲受苦的时阵，爱感到会欢喜哦。真正咱若受苦，佫会欢喜哦。即个人已经有够悬哦。啊，伫委屈的当中呢，爱感觉足公平啦。咱人委屈的当中，就是怨天尤地，尤地啊，天袂公平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会当将咱的心境啊调到讲安那，哎，安那，哦，委屈家己来圆满成果，即个咱的修行。
啊，伫忙碌嘅当中呢，爱自然安闲嘛。哦，咱也愈无用哦，你敢知影？咱也愈无用，脾气愈大呢，真正呢。哎，所以咱来练功哦，我有当时啊看迄生理足好嘅人哦，哦，迄真正修养有够好。迄偌无用呢？无用甲含羞耻都无用呢？哎，啊人安尼一碗一碗一日卡，一碗一碗一日卡呢？哎，啊结果呢，有啊长个代志，伊嘛咧好势好势，啊无脾无啥，哎，啊无脾气，啊无毛病呢，啊嘛是安尼对人足客气呢。哦，这个修养真正有够好啦！啊，所以咱讲讲愈无用的时阵，咱爱啥爱注意。有当遐无用开的时阵哦，哇，当了代志啥，迄口气都无同款啦，迄态度都无同款啦，吼。啊来，哎，受职的时阵呢，爱安忍担当啊，哦，所以受人职骂的时阵吼，咱啊爱忍落来，爱敢承担开，哦，所以叫扶余抱宽嘛。微宽求全嘛，这才是咱真正修道者吼。后来正后吼，到白羊主政大凶，哎，搁大灾，哎，因为啦，啥物拢无爱个啦，哎，真暗时、提暗时，你看啥物拢唔是咱个咯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来看淡一切吼、哦。啊来来徐徐困于军车，哎，另有踪眼；来徐徐自在下也，虽不当位，有余悦呀。哦，所以呢，哎，第二熬是困伫啥，食食啦，无物件通食。啊，正熬咧，第三车去互困掉的啦，哎，困伫金鸡车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来时是讲想要参初两熬，哎，机行动啥，哎，慢啦，所以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吼、哦。所以本来要参着讲，第一熬适应啊，啊，不过咧，含量伫遮，啊，所以紧无落来啦。困于金车，金啥金车嘞？第二爻，哎，二三四爻，一别东来必离卦，离卦一卦象就代表车的意思。吼、哦，啊四五啊第四爻、第五爻、第六爻对卦就是金，所以金车的作用就是安尼来。所以讲，唔通啥开迄个上好的、上名牌的车啦，无会去受困啦。真正嘞，咱要买车，有哪唔忙是买着啥？哎，面子的啦，吼、哦，比阮老母溜的啦，哎，啊，毋是毋通买啦，哎，咱有呾吼，爱消耗有长值就对啦，因为呢，啥，咱真就啥，所有车其实咧啥，水准拢袂歹啊啦，吼、哦，性能嘛拢真好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尤其咱个国产的车嘛是真好啊，啊，佫俗，啊，佫好开，就予我开台麦车吼，你毋知偌好势，第一足省油的啦。啊，第二咧，做好停车啦，迄时看一盘河，我著洗油啊，你感觉偌好洗咧？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吼，你开个当中哦，吼，飘较远就走去呢。哎，迄也第个无注意，有哪超速呢？吼、哦，啊，你走高速的时阵吼，佫也袂显呢，啊，做好洗。吼、哦，啊，有台要凊彩停的，啊，无人会，啊，无人会问啦。哎，马骑个无路去吼，咱看都无去的，啊，佫足安全呢，拢袂碰过。哦，再无代无是讲到底下去吼。啊，你也看，你啊今仔开一台面子的，比阮老母溜的，你也看。哦，我一个朋友落高水，你敢知？买一台面子的，哎，啊，这卖好好了。啊，在因太太买去百货公司试喷一下么？啊，你一台车放伫楼街十楼的，啊，你也不知道？逐哎，想到就去遐看看，啊，想到去遐看看，看伊个车有用砍伊无？啊，你也看安尼有辛苦无咧？哦，那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伊只困于军车就是安尼啦，你会去互迄台车拔掉的啦，哎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唔忙啥，唔忙上风无太咯，啊，袂受困啦吼。啊，有种期望会当来啥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啦，哦，所以咱感觉听过迄个故事，迄台上收起了上过好的车，啊，结果咧去洗面买一个物件咧，都无五分钟咧，讲出来讲一个乌社会就要等你啊，啊，就你啊切用伊个啥手工在切切车就对啦。哦，车你的呢啦，哦，这高级，哦，啊，不过哦，你也看，我替你咧切车呢，啊，手甲切甲拢啥拢乌去安尼，哎，啊，咱无咧拍一个小费呢，啊，所以另外拢会用卡用呢，困于军车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咧咱啊出门拢爱做注意啦吼，所以讲救助牛呢，哎，想要挽救初流牛，啊，所以那想要拯救车主之急啊，有你啥唯有救牛之强有力啦。所以呢，故精切之行，不敢之速呀。所以呢，万不济急，只得边啊，哪行哪停哦，慢慢来就对。所以大丈夫呢，哎，连这个啥，要拯救车主的勇气拢无够，安尼是偌尼啊惭愧的代志呀。
所以咧，但无放弃进肥个安怎愿啊愿望，有这种可以来啥团圆，将会当得啥得善美之结合呀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，伊讲第一眼就那就伊无啦。啊，结果伊要来解救的时阵，安怎慢慢啊来啦，啊走袂紧啦。意思第一勇气无够啦，第二咧无把握啦，啊第三咧受困啦，哦啊所以咧，不过伊拢无放弃伊的志向啊，到尾嘛会当啥，脱离苦海哦，啊所以这段话就参孔子有关系啊，你啊看较早有两个温书啦，一个叫做长居啊，一个叫解逆啊，哦啊这两个温书底下啦做事啦，底下乌土了对，啊孔子吼因拄啊周游国啊，去到一个大头。啊，他妈的，无一个大阿头啦吼，伊迄算河吼，要经过啊，河是毋用一个渡头吼，咧方租船咧，啊，准备要用渡过，啊，结果伫遐看规波，看无一个大阿头，啊，结果孔子就面个主公，主路啊，讲来，你去问看卖，遐拄好两个啥，两个阿伯吼，啊，伫遐你去问看卖，啊，所以咧，长居吼，就伫遐行开，伊讲啊，你要送啥？伊讲。啊！你车顶迄个坐迄个哦，是啥物人啊？伊讲啊，迄个都孔，迄个孔丘啊，孔子啊。哦，伊讲孔子哦，是鲁国迄个孔武吗？伊讲是啊，是啦、啊。哦，啊，不过我以我知影，孔子是啥？天文地理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一个大高人。爱含一个大头都唔知哦，你敢知影？咱受困的当中，我哪会爱互安尼哭死呢？这就是咧在空中哭死啊，就对啦。所以咧，伊讲伊敢会唔知影无大我头吗？讲你家己去找，你家己去找，意思伊就是安尼就对啦。即卖咱唔讲啊，就去外国来打迄个啥姐你吼，在问啦。姐你就讲，你是啥物人啊？住为谁啊？你是啥啊？主路就讲，我就叫那重要啊啦，重要就是主路的意思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是那个孔子的啥，爱徒咧，爱讲人呀人呀，吼、哦，爱讲滔滔者天啊该死啊，你随意一之呢？伊讲今仔日，啥，咱这个时代吼，啥，亲像那个啥，这个大乱大中呢，大家一定接乱啦，人不聊生啊。所以这个时代就是啥，大乱的时期吼，你唔得爱恶观，恶观啥，恶观做因素，因素啦，稳调咧，好好啊来啥，来建筑，等有道的时阵呢，再来传道，较袂有啊，哈，搁会有的啊，所以讲天啊，这么乱当中，伊抑制上面人抑制，就是讲上面人会当改变啦，无法度人改变的啦。请你务其中啊，必然之需呀！啊，你唔来学我，像咧做文书啊，请有啥将必时之需呀？所以呢，人讲有理不动呀，有理不动咧，就讲，就爱学学完安尼啦，来乌土啊，种植坑河啊，安咧啊好啊种，就好啊过日子，过咱咧太平日子呀！所以这就是文书面的论点啦。结果诸路都无依无依啊，问无路啊，就转来甲孔子讲。孔子就安慰伊讲啊，鸟兽不过乌冬豚呐，所以讲哦，鸟啊，到啥禽兽啊，因哈啦，因袂当斗阵啊，因为呢，鸟啊是啥禽嘛，甲兽嘛，所以好把生肖，就是永远伫陆地啊，鸟啥拢伫永远伫啥，伫顶面的啊，所以无法度冬豚呐。我为输人之道，物理虽无啊，所以来讲啥？安尼当中哦，要参我的海啦，要捌我的人，知音的人啊，真正吼，唔是啥物人就对啦，所以孔子真正足感叹呢，所以天下有道，莫不以一面。讲如果天下有道的时阵，太着个我孔武出来啦，就是天下无道，我唔只爱出来周游了，都讲经说道啊，讲是安尼，这未家己道，念头尔啦。伊讲天下无道，就无稳的较对，控制唔对，就是无道我较爱出来。有道我太来去讲，免啦嘛，吼，讲啥咧？咱真一贯就是安那会破传，就是天下无道啊。大家做代志无照这道理来啊，道德来啊。所以唔只着啥大道来破传，吼、所以咱真着爱啥尽力来破传，尽力来讲经说道，尽力来啥代天传话，吼、所以这就是咱的精神无吼。
啊，所以你遐看，孔子也就是安尼，红起笑，哦，啊红，安尼哭，安尼说，啊你遐看，到尾啊嘛是渡过难关，啊，啊所以真老的嘛是无好主张，袂当啥规划你的车，无咧一定会受困的吼，过来，哎，真老红挂皮呀哦。哎，疲役困于自由啊，乃许越也。利用哎这样祭祀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刚刚啊，刚来讲啊，阿公逸悦啊，自谓得也，乃许有越呀、啊，以终止也。利用祭祀受福也呀、啊，啊，逸悦的讲哎，正手一支刀呀、啊，哦，阿这将皮啊、甲脚啊骨剁掉去啊。哎，啊，因为何来讲啊？这是困卦，困卦就是受了足大的苦磨咯。啊，困伊听车友咧，讲你的朋友拢是啥？哎，酒肉朋友。哎，啊，所以呢，乃需有业，讲第二爻、甲第四爻想要帮助你，不过呢，哎，第五爻咧，慢慢啊脱困会欢喜咯。哦，啊，所以利用祭祀，就讲九五老用功德正。啊、哦，会当以祭神的心呢来祭拜，祭明天地啊，离了天啊，上天来祝福。所以九五后伫困境的当中，哪想不要挂皮啊，挂剁脚剁手去，迄种的危险嘛啦吼、哦。是困于啥赤右之上精，虽然受困，但呢用功得重呀，慢慢自然的脱困。所以呢，甚至用于啥用来祭拜，会当祝着啥上天的祝福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咧，地王啊，伊就是修了中情之道。虽然伊正经交个朋友是酒肉朋友，所以今仔开始受困啊，不过伊的智觉，受困当中的智觉，所以有修到伊中情之道，安那啊，会当好安去行落来。所以咧，伊回心转意，好安去学道，会当去参与啥来祭拜，来学习，哦，来不提下文。所以咧，诸天游子啊，哎，根本不离呀。所以人讲人有善缘，天必将至。只要咱一个人有善缘，上天就是助你的吼。好来，那再有呢？较难讲啊，贫不足修呀，可修就是贫而无止呀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咱人吼，善无啥物人去见效的啦。上啥上该见效的啥？咱善了，佫无止息啦。嘿，安尼做唔好诶。咱善做起票，做止息的，安尼较有价值。啊，真嘞不足恶呀，可恶的是啥？真而无灵呀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人讲啊，咱这无啥物人去厌恶的啦。不过呢，咱来当讲一个人，伊都伫咧病困当下，将困当中啊，家己搁一点啊灵力无，啊，家己搁放弃家己，啊，家己搁看无去家己，你看，这种人是上可怜的啦吼、哦。啊，怒不足贪呀，可但怒而牺牲呀。伊讲老吼，无啥物人去怨叹的啦。人讲咱食老了，步步拖刀；啊，食老了啥，三下歹，大下歹。哦，伊讲迄无要紧，上解就讲咱努力啥，安那会当努力无牺牲，爱上解好。无讲无虚度光阴啦。所以我最近咱陈经理胃空气啊，哦，82岁，真正足好命呀。哦啊，咱就捌去啊念了，哦，看到迄个面相足安详的啊。啊！你看，偏偏一个老大人归空去了，看啊人安尼，伊安尼度偌济人呢？听讲伊少年的时阵哦，规整头总度呢，迄陈经理啊，高学者都无老去呢。哦，啊，因较早就算讲做好客啊，啊，因遐人无代志拢去因家啦。哦，啊，因家吼，人讲好，恁来遮坐好。哦，啊，即卖吼，拢招大家去遐拜拜。我讲啊，你拜拜，佫袂说你赶，拢足济人个了，对啦。哇，规整头拢度了了呢，你看，足无简单呢。哦，啊！你看，伊办啊去越南啦，哦，啊办啊伫咱台湾的岛屿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，迄越南的岛屿是啥？伊招一个人搞拢拼过呢，啊，伊还搁去开往越南，拢无熟悉哦。呾有一个印象，讲有较早吼，迄兵啊搬一个住伫越南，安尼俩讲落去找啊啦，啊，结果讲去找无人啊，啊，找无人，伊就有迄导游嘛，讲拢伫迄个导游开始导啦，啊，导啊，拢搁导过来了，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无简单嘞。啊，较早有啊去香港开放嘞，嘛去菲律宾开放嘞。哦，啊，所以了咧功德够大。啊，平平了嘛一个老人，价值观无同款啦吼。所以咱后修真正的价值就走出来吼。事不足蔽啊，可蔽的是事理无精呀。哦，所以意思就讲咱人哦，事业当中哦，无啥物人去比上个啦。上可蔽的就是啥，死了吼，啊呐。
对社会国家拢无一点个贡献啦。大家也袂当安赞叹一下啦。因为这个人就无啥物值得咱懊恼个啊。互我去人念了，拢有这个感叹，你敢知影？好，人迄值得食吼，迄个念了吼，好几百个、几千个咧。甚至有当时吼，要排队去念一个香个，排两三点钟咧。迄个无啥值得啦吼，也无啥咧羞耻个人吼，那你敢知影？足紧个啦。差不多唔免半点钟就全部拢 OK 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啊差啊济啊，哦啊，所以真正呢，咱一个人死去了吼，迄价值就走出来，所以呢，人讲咱人爱活得做尊严，所以正熬叫做酒肉朋友，所以第五熬，啊，不会记得爱受忠情之威，爱讲第六熬，困于蛤蜊，所以呢，这个蛤蜊就是迄草啊。然后呢，鱼内尾啊，所以动尾有尾争吉也，困于蛤蜊未当也，动尾有尾写啥吉行也啊，所以啥物叫困于蛤蜊？蛤蜊就是讲迄草啊会病人啊，像迄个啥攀藤啊，等下你咧行的时阵无注意，都爱高调咧。所以咱无常常搁讲一句话讲啥？一支草啊，加倒人诶，加倒人就是蛤蜊啦。所以那是咱一个人伫社会当中，一切真爱，咱白条的，咱低调的，所以拢行袂出来。以咱肉体来讲，讲身躯一定有感情啊。所以咱若当着困惑的人哦，请咱来注意，因为一定上在急啊。准备要再见啊，意思就对啦吼。所以你来讲啥？立位呢？于立位当中呢，讲监牢袂当安定，非常的困苦，动荡不安呐、啊。动悔忧悔呀，就讲爱实心的忏悔，回光返照。所以咱知影讲，咱有过去啦。今仔时咱会受困，今仔时咱呾会啥？会受了这业报当中，咱就是啥？无来好个忏悔。咱就是无行功了观，所以正业报出来时阵哦，哇，无法度啊，走袂去安尼，所以呢，咱好啊，忏悔一番，上天不杀非过之人也，所以讲上良脑呢，消炎，何迄啥，迄会治人个草啊来拔掉个呀，所以无法度人脱身，所以陷入动乱不安的陷阱啊。如果会当降服了家己，处于上个艰难的呾个环境当中，只要知影人悔过，只要知影人忏悔，痛改前非啊，行即得吉啦，所以讲咱陷入陷阱当中，爱赶紧回心呐，回光返照，忏悔真真。所以咧，师尊老在人嘛来讲哦，讲修心哪像咧食物件，袂使无啦，咱逐工爱修心养性啦。修心这个门课吼，咱来当作像咱咧食三顿同款，咱咧食三顿无食敢袂使，真正袂使呢。所以呢，咱知影三顿无食袂使，不过咱敢知修心无修袂使呢？咱拢咱啊放乎外挂做拍算呢。修心呢，那像咧困同款，嘛袂使无。咱一工也无困，就哈那就无眠呢，火就行呢。你敢知影？咱一天也无修心养性，你敢知影？咱的脾气毛病啊，咱的杂念啊，会不断的生活出来呢，无法度人控制呢。所以这个工课，那参你困同款，嘛袂使无呢。修改无啥无重病呢，属于治呀。所以咱会当修改咱的脾气毛病当中，做自然的，你就变啥？变积小以高大。咱小病拄好，咱袂当病啊。足侪人就是啥，拢有人要呼落去啊，舒服落啊。小病唔医，直直囥到重病啊。囥到无法度啊，到尾要找名医，安尼拢上万去啊啦吼。所以人家讲预防重于治疗，修道呢爱那种啥，上呼吸当中袂使无啦。所以呢，修道有重要无？太重要了。所以呢，圣人家讲，咱这个修道哪上呼吸呢？呼吸啊，一口气吸袂入来，就再见啊咧。所以，毋只人讲道也食不可思议哩呀，可离非道也。道袂当疏离呢，伊袂当离开咱的身躯呢。那有当咱喘气，搁会当禁几秒钟啊，禁三十秒、一分钟，拢搁无要紧呢。毋过道咧，伊啥，咱的灵性袂当离开咱的肉体，离开肉体就随向占去啊。
哎，所以迄是非常可怕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修道呢，袂使无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忏悔那就啥正常感官，袂使放松。所以呢，咱时时刻刻安那保持忏悔的心。自尊老大人较难讲啊，你认为对的，未必然是对哦；你认为错的，未必然是错哦。时时刻刻忏悔，安尼就无唔对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抱着忏悔的心，咱抱着啥啊不提下文的心来啥修道、办道、行道、了道、到尾成道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忏悔这部功夫太重要，袂使放松呀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之后呢嘛是非常的歹，当即凶，哎、欸，因为安那，因为伊的心上有感情啊，吼、哦，去学这个病体啦，割掉的啦。安尼当中伊无法度脱险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来做一个结论。第一后咧，伊来讲啊，哦，讲困苦的当中咧，困伫咧啥啊，心国当中三当，哦，啊，所以咧，白白受困伊当着，哪会变啥？变对外欢喜啊！啊，即个对外唔是代表欢喜，代表讲你受困当中，佫袂怨天尤人，佫会当安那，佫会当以朋友关系。哦，你看即个境界有关无？哦，那像咱受困啊，佫会参人开那开玩笑，啊，受困的当中，佫会，佫人参人盘乱，佫会人讲经说道，哦，这个已经你看偌悬，你刚刚好我听到一个消息啦吼，一个朋友吼，就是啥呢？拄啊伫半路，啊拄啊看人咧卖啥，卖破钢，哦，啊结果讲我破钢足水个，爱就落来买啊买就对啦。哎，迄当个破工讲俗甲无人卖了对啦，哦，啊头家班长吼，拢安那手转软个，因为无够工钱啊。哎，啊即摆我朋友落去啊买个时阵吼，啊着头家着参伊搭来啊人啊，哎，伊讲哦，啊头家啊即破工真好啊，伊讲对啊，啊即来俗俗啊卖就好，一斤五块就好，一斤五块就好，了钱卖啦。伊讲啊头家你也卖遮俗啊，啊即着煞毋知我当时啊伫半路。人看人规人拢车了，啊，我捡捡起来卖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因某就伫边啊讲，吼，啊啦，你咧打来啊凉，即个了钱货啊，了钱卖啊，吼，啊，所以，互我要讲个，讲，像即个头家，伊就知影在规区个碰工啊，袂趁钱，伊嘛啊啦，做忍耐啊做就对个啊，哎，洗盆乌龟啊，蛮无够钱，无够本钱啊，啊，伊嘛是安尼慢慢个欢喜做。哎，啊，伊嘛爱常常拍了了，哎，咱这个心态足重要呢。咱莫讲啊，了钱啊啦，啊，规个就拢啥放好去啊，哦，哎，也无够心境的。咱来当讲真正了钱会，咱来当讲，那手里家里了钱啊袂，哦，啊，伊总有总会啥，总会转过来时阵呐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来来第二后，你啊看，哦，伊来讲困于酒肆啊，无饭通食。伊人讲找我因结呀，无求呀，奈利用我呀，奈利用我就讲，咱爱啥，接求天下，召集天下英士。虽然是无人接，那就鞭挫全牛同款。不过呢，大家意志啥，意志坚坚。大家呢，伊个向心力啥，非常的强。所以赶紧来祭拜天地，会当化啥，化险为无啊，吼。啊，第三个咧，困于酒，哦，啊那日以其功，不见其期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当然无必大过，出去嘛冻到一壁，啊去遐交流，啊那，搁去学迄草啊，啊挂啊规身躯，转来搁看无着某，哦，所以这着大过啊。所以讲君子人爱独立不孤呀，顿世无分呐、啊。意思讲你着那爱做一个啊那罗汉脚啦，啊你做来罗汉脚嘛无要紧啊，独立不孤啊。家己一个人啊啦，你有哪袂恐惧啦？吼、哦，爱学啥？顿世无分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啊来第四爻，你啊看，来时是困于金车啊，一台车去困掉，然后变坎卦，所以当落了，你啊看是毋是坎卦？所以毋叫做坎坎。哦，你这辆坎坎，还佫开到遐好个车，你毋惊去用头壳呢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落坎卦的地位叫做君子以上啊啦，上德行义，成教事业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五爻咧，伊人讲，鼻啊手要去用毒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讲经过这届考核，地位就现出来，吼、哦，解卦，所以咧，君子是啥，涉过又罪邪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受困有地位啊，但咱啊，离开发险境的时阵，咱嘛爱非常的啥，同理心，得过且过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这种的经验。
啊，上龙脑的你啊，困伊个咧，叫迄草啊搞得掉的呀，啊，所以当然更加歹。送卦就是啥？送卦上解歹就电龙脑。哎，今仔太少去哦，这草啊割掉的，因为啥？伊就是咧一个食啥食鸡肝啦，所以叫后席是盘带中照三十支啊。食鸡肝，所以唔只去有草啊割掉的，就是讲伊做所做代志一定破功去啊。所以一工当中哦，叫风蝶降级降三界哦，啊，所以你看本来就歹啊，啊，佮同时佮参帮烧过，佮加歹，所以歹上加歹啦吼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啥困卦。来，咱今仔日呢，有咱来唱一首歌吼，叫做《雪中红》。啊，先啊，好，我来唱这首歌呢，伊参困卦吼有关的就对啦吼。伊讲为道呢，心沉重就对啦。老师会记伊吼，啊，所以呢，那是讲咱一个道呢，拢受困伫咧人间呐。哦，啊，无我都拖地啊，啊，所以伊为咱多年的心足沉重。心啊，啊，所以佛法吼，真啊，你听这道歌吼，啊，听到啊，这是啥物歌？啊，所以就来听安尼就对了。啊，你我讲，哎呦，啊，再这首歌佫唱困歌佫遮哈，啊，熟悉的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咱的心放伫倒，啊，你就看到啥物物件就变起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到尾啊，人就先讲教咱一部功夫，讲长的困歌的时阵，咱来等，
当啥？当生命法轮呐。吼、哦，所以用生命之轮呢，来当出呐隐形的光辉。哎，所以你来转化，哦，袂当转化生命，不你嘛转化咱的心念，这足重要的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转心念之法轮，用乐观的心，将啥伫咧逆境当中提升咱家己。吼、哦，所以伫逆境当中真正。咱若转会过，食饱二回呢，哦，所以这足重要呀。啊，来讲转啥理念的法轮呐、啊，用方啊辉煌之理想呢，转出成功的一点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人有啥有理想，有梦想才幸福，哎，因为你有理想有梦当中，你才会想要去追求嘛，吼、哦，所以爱用转的。啊，当啥？哎，转众生之法轮，用博爱的心呢，去啥转变？哎，万劫的众生啊！所以呢，咱唯有真正达到这博爱，哎，来用这种博爱呢，来怎啊度遍所有的兄弟姊妹啊！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你啊看，无咧足侪万里的众生哦，真正呢，道理听袂落去，袂爱来学道，袂爱来听经，袂爱啥修办道咧。所以咱真正。哦，爱用啥？用你的爱心，哎，啊啦，顿顿过高，安尼咧慢慢啊，牵引入来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种博爱之心吼。好啊，因为咱今仔日啊时间的关系啊，啊，困惯咧，就为咱介绍到这，哦，啊，所以希望咱大家真正当着困的当中，当着课外当中，爱转转咱的心量，吼、哦，这足重要吼。哦啊，做些不足的，望请咱做水啊，谢全公啊，容宽，嘛请咱各位前人大德呢多多包涵，毕竟从那个学习当中啦吼，所以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福福，感谢。